نبحر.休息一会儿吧，鲨鱼应该没那么快追上来了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，坐下。叔叔，
你还好吗？叔叔没事。叔叔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悠悠真乖。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？那海里的玩意儿，它都上了岸了，这不科学啊！这。你们到底对鲨鱼做了什么？松毅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是机密，你没有资格知道。好，花鱼，我们走。你别威胁我。海王工程。啥是海王工程？我们把鲨鱼的基因和其他动物的基因进行了融合，可能导致了它的基因异变。海王工程本来是为了救人，结果……你们到底融合了什么基因，能让鲨鱼跑到陆地上来？蚯蚓。蚯蚓，这样的蚯蚓吗？蚯蚓具有再生能力，而且可以无性繁殖。我们尝试了上百种的基因动物融合，但都失败了。最终只有蚯蚓能够被完美的融合。它现在的攻击欲望这么强，应该是迫切的寻找产卵的地方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们一直被一条会咬人的大蚯蚓追着，是吗？鲨鱼一直追着我们不放，一定有什么原因。我知道了，是他。就是他身上的血腥味把鲨鱼引过来的，他现在马上就要死了，没用了，我们把他清除队伍吧。啊，兄弟，救我们一命吧，行吧，兄弟啊，不行，他们疯了吗？你以为你是在救人吗？你是在杀人，你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干嘛？如果非要剔除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你们都不想活命了！哎，我去，大蚯蚓来了！小心！小心！Thank you.
队，有警察，不要动了。悠悠，妈妈，悠悠，不怕不怕，爸爸在这儿。不哭不哭啊，妈妈，爸爸在这儿。爸爸带你回家。知道我们公司为了研发它付出多少心血吗？它必须活着才有价值。你知道它杀了多少人吗？这重要吗？在你的眼里，人的生命还不如这个怪物吗？这东西能救更多的人，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。你才是个疯子。我是疯子，你是捕杀专家，现在需要你的帮忙，就像当初你带他回来一样。老子不干了。宋烨啊，很感谢你对悠悠所做的一切，但是现在不是商量的时候。只有你最了解这只鲨鱼，所以你需要它。鲨鱼必须活着回来，否则……
鱼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刷酱啊。任何动物遇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呢，它的灵魂会和它产生共鸣，这是动物的本能，而我把它叫做胖鱼定理。听着，追踪鲨鱼最后定位消失的位置，马上全力搜索。出发！素衣，素衣，素衣！少爷，美心，少爷，野心，野心，野心！啊！you